你看看，哎呦喂，郎才女貌。当你进到新的吐槽场的时候，是什么感受？我感觉进了土耳其浴了，大澡堂子。你们俩之前来过这节目吗？没有。他来过有一期，来了下面听着来吗？那不是期。他们两个来过一期吐槽大会。我当观众是。啊，你俩都来当观众。我没有，我是在台上。你会聊天吗？你不主持人吗？人家是台上中间站着场。我在下。人家是老师。澡堂子。天哪！这是大咖，效果五霸，哇塞，效果五霸啊！这是一个没蓄水的澡堂子，确实是。我们是要怎么做吗？我的位置好像就在这儿。哎呦我的天！是这么渴望上台了已经？哦，这就是街舞对不对？就开始了。你录节目紧张是不是？你太紧张了。我。大家好，人家偶像，哦，他们是这么分的，那我们仨呢？我们仨是什么？而且好奇怪，他这个分类怎么分呢？他们俩是实力派演员吧？啊，我们仨呢？我们要分开是吗？我们仨呢？吐槽厉害的，人家是颜值担当，这是偶像组合嘛？我们是啥？我们两个是大会，你们都是前面那两个。我们叫 SHA， 傻就是。姜文医生，你们是在偶像这一组是吧？我们在脱口秀演员这一组。哇，那你们偶像吐槽就叫呕吐，对不对？什么破包袱？大家好。请第三组制作人蛋壳赖蛋壳老师好，蛋总好。你为啥不跟姜云生是一块进来的呢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嘛。哎，这姜云生旁边正好有个位置，你怎么不坐？没喊我了。哎，来，我就坐这。我就坐这，就很夸张。因为我之前看到的吐槽大会是那样的，但是突然间转变成这样了，我感觉就是，对吧？大家往那一坐，明镜高悬，懵吗？多少有点，到时候给我俩射下来，旁边打些问号，很新奇。就是各种咖位，各种，对吧？社会的精英，企业的名流，都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大家好，哎呀，老师，师傅，待会儿您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师傅，不，您是师傅，您是师傅，我这位老师长得好像司机啊。您是几几年的？我81年的，他去年的，行吗？哎，把这大张伟从我旁边挪出去。哎呀！那好像大家对你的作品最熟悉的是，有没有人能告诉你？在没有第二首，我其实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以前不太愿意参加综艺的。可是你参加过武林大会，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还参加过这个，参加过两届。你不能接受的评价呢？比如笑起来邪魅狂狷，杰克苏的练演技不好。二。为什么来参加吐槽大会？我觉得你们节目对我来说是个矿。那您希望在这个节目中收获一些什么呢？我节目中的被采访嘉宾是怎么做？就是易老师，来呀，来到我们这边，哎，我觉得你好像心存不善的。您一定要来，主持人就这么三个，主持啊，老师请。如果是易立竞老师吐槽你怎么办？就我尽量不哭吧，尽量不哭吧，忍住。易老师那组是什么组呢？文化组。威胁潜伏。危机组。危机组。Hello， 你好。谢谢。
是那个凡尔赛，是吗？哇！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法国人。哇，凡尔赛那个创始人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凡尔赛是他建的，凡尔赛他建的，对，是个工人呐，挺努力，挺努力。还剩最后两个了吧？是，应该是苏姐他们了，易姐。演员请就演员请就位，退休演员，咱们是，我说咱们，你也太，人家淘汰了你这边退休演员啊，你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说我了吧你？我说咱们节目结束了。辣目杨子说你们，有没有？辣目杨子说你们两个是演员请就位退休演员组，什么组？我说退休演员组。咱们几个退休，我们这不是又再就业一下？你们怎么又找工作找到这儿来了？怎么又来了呢？真是要了命了！找到这儿来了。我们一个节目的失业了，再就业了。这儿可以抱一抱吗？你好，不是不抱，时候未到。哎，你好。从巴黎来的吧？哇，感觉今天是要给他颁终身成就奖，对不对？哇，往哪儿站呀、啊？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哎，请您上台。这边，中间，开场。哦、我们掌声欢迎张雨绮。接下来是我的个人演唱会，感谢大家。挨着你坐了，来吧。哎，好了，左边老婆，右边女儿。好，真假的？妖猫呀。哦。哎，对，你好，对吧？都齐了。齐了，这个节目就脱口秀大会之妖魔鬼怪群魔乱舞，把咱这帮妖精都给找来了。有请发起人李诞。哦，好，从天而降，哎呦，你拿了个啥呀？真的像澡堂子来搓澡的。哎呦。哎呦，好贴心啊，好贴心啊！欢迎大家，这个我们是吐槽大会第五季，我是本季吐槽大会的发起人李诞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各位好，我是吐槽大会永远的主持人张绍刚。行，我刚才听 OS 说，对，说你的身份说的是主持人，发起人。你刚才说是永远甩不掉的主持人是吧？我是永远的主持人啊啊！行，好吧，那你主持吧，你说吧啊，那我发起了发起啊，我发起了。